《述习录》延伸佛以及续王没修法得法的因缘，这是自述，并非自己撰写。记录者或不免有所认识。神会语录、石经本、历代法宝记、略序，都继承这一传说而有所增减。 二别传与含经的传说不同，将这两者结合起来，修正改编，作为慧能传记一部分的，是宝林传南岳门下的传者，这一阶段的慧能传，有许多问题，引起近代学者的异议。 所以再叙述是第一后，对某些问题略加考察。早年是依大师竹心如，名慧能，依佛教惯例，慧能应该是出家的法名。略叙说，大师出生就有二义僧，来为大师立名。 慧能，那是从小就叫慧能了。略叙说，父名邢涛，母李氏，敦煌本说，慈父本官范阳，原是在范阳，今北平附近的州县做官的，后来被贬迁流放到新州。 金广东新兴县，在那里落了籍，成为新州的百姓。慧能就是在新州出生的，那是唐贞观十二年。然，本官范阳，神会语录等都做，本官范阳，所以传说慧能的原籍是范阳。 不幸得很，幼年别传说，3岁，父亲就去世了，流落他乡的母子二人，孤苦无依，生活艰困，是可以想象到的。不知为了什么，慧能又跟着老母，一到南海广州去住。 长大了，就以卖柴来维持母子的生活。一次，慧能在卖柴时，听人读诵《金刚经》，引起内心的领悟。问起来，知道黄梅童等大师在平木山开化，以《金刚经》教人，使人。 即得见性，值了成佛。慧能听了，觉得自己与佛法有缘，所以就辞别了老母，到黄梅去观礼弘忍。这是含经系的传说。慧能发心去观弘忍的因缘。敦煌本只说辞亲而去。 也许说得点略了一点，抚育恩深的老母呢？谭金慧心本说，有客人拿10两银子给慧能，用作老母的衣食费。祖堂吉说，客人您安道成，鼓励慧能去黄梅，拿出100两银子，作为老母的生活。 慧能去了，老母呢？这原是不用解说的，但传说在人间，不能不做出补充，以适应中国的民情。慧能去黄梅求法的因缘，别传有不同的传说，少师父母，3岁而孤，从小就没有父母。 真不知是怎样长大的，然离家求法。
道耶和以一无牵挂，别还以为会能先从新州到豪西，今广东曲江县与村人刘志月结义为兄弟。刘志月的姑姑名吴进堂，你常诵大业经，会能布识字，能为他解说经义。在宝林寺住的一个时期，被称为行者，为了求法，又到乐昌县西山石窟医治远禅师坐禅。后来听慧地禅师诵头佛经，知道坐禅无益，在慧地禅师的激发下，决心去黄梅山李洪仁。依别传说，慧能的山李洪仁与《金刚经》无关。梅祖说道，在去黄梅以前，慧能早已过着修行的生活。慧能听《金刚经》而发心去三学，听《金刚经》而不法，谈经的传说与神会的传说相合，谈经近于神会的传说，却没有神会与入府传的那样夸张。这可以解说为曹溪就有这样的传说，为谈经的及记者所叙述出来。神会在玄宗预著《金刚经》的时代，记录的时间迟一些，也就多一分传说的增幅。曹溪别传的传说，慧能在去黄梅以前，曾在曹溪住，也可能有多少事实根据。如解说为，慧能22岁。因听《金刚经》而发心去三学，经过豪溪，曾住了一段时期，到24岁才去黄梅。这不但会通了谈经与别传，也会通了神会门下22岁说与24岁说的一说。不过这只是假定而已。依神会所传，大约近一个月的时间，慧能到了黄梅，今湖北省黄梅县的醒目山。这里是唐初50多年，约620674的禅学中心，传承了达摩禅的正统。慧能见到了洪仁，自称为求法作佛。因慧能答说，人即有南北，佛性即无南北，寮身与和尚身不同，佛性有何差别？而受到洪仁的赏识，慧能被派在对房里插队，一共8个多月，愿竭其力，即安于锦绣，复出其心，破物于外。王维能禅师碑，劳作与修持相结合，虽是佛法所固有的，如周立佛家的因早地而入入，但成为此后曹溪禅的特色。一仙洪仁集合门人，要大家做一手记，查看个人的见地，以便复法。大家仰望着神秀，神秀是东山会下的教授师。神秀没有自信，可又不能不作记，以为神秀既没有见性，也就做了一记，请人写在地上。洪仁发现了慧能的见地，
便在夜间唤他进房，为他说法，复法传一，继承了祖位。弘忍未未能说法，谈经论黄本说，说金刚经，会心本等说，说道应无辅助而生其心，会能言下大悟，神会语录等说，忍大师就对上逆说实了见性，于夜间前换入房，三日三夜共语，别还说，问答有关佛性的问题，复法是逆受的，没有人知道的。当时说些实魔，慧能也许说道，但在传说中，禅师们大抵凭着自己的意境而表达出来。当天晚上，弘忍就送慧能去九江驿，回岭南，如盘经，大正寺8:338上，说能得依法，三更发去，五祖自送能于九江驿，登船时，便五祖处分，鲁去努力，将法向南，三年入弘此法，南去，再不弘化，善诱迷人，若得心开，鲁悟无别，此为已了，便发向南，弘忍送行，只是送慧能去九江驿，并非送到九江驿。神慧语录、历代法宝记都还是这样，而谈经慧经本以下，都说弘忍上船，亲送到九江驿，而且当夜回来，不知平木山在江北，离江边也有一段路，九江驿在江南，当时是三更半夜，怎能去了又回，这显然是没有注意地理，在传说中变为奇迹了。在这神会语录等又加上一段，过了三天，五祖告诉大家，汝等散去，吾此间无有佛法，佛法流过岭南。神会语录等虽主张22岁去黄梅，而这集隐隐的保存了临终逆受的另一传说，弘忍复了法，就要入灭，黄梅的学众就此清散。